我哋系读呢个圣典博格瓦塔。Gajendras 得到解脱呢一部分。Gajendras 大将之王。所有的文献的精华呢，精华之中的精华呢，就是在圣典博格瓦塔里面呢被提供了出来的，记载着他们为什么去描述到这么多关于心里面的鲜花和水果，他们想去证明呢，那些是欲望啊物质富裕的人士呢，无论是金酒色财气的人士呢，嘅將者咧，佢有齊曬咧，所有世界上嘅富裕啊，酒色財氣全部佢全部都有，但係仍然咧，佢係喺好大嘅問題當中。我富裕上方面，佢冇任何規缺。
佢系充满住咧，整个身体咧充满住呢个汗水啊，因为佢口渴。佢受到咧佢身体嘅汗水咧所影响，佢受到口渴啦同埋流嘅汗水所影响啊。佢系一度，同埋咧，同妻子们咧一路咁样去步行，同埋儿女，同埋其他朋友，朋友搭伴住一齐步行。佢系迷醉于俾酒啊，令到佢迷醉。从佢身体嗰处咧，我发放出啲芬芳，由于佢身体所流出嘅汗水咧，有啲咁嘅芬芳嘅味道出嚟。佢系一路行，完全系无惧嘅。佢冇可能咧系有惊，冇可能咧系惊任何嘢噶。啲蜜蜂咧，啲蜜蜂啊，黑蜂同埋蜜蜂咧，佢哋开始咧，你都系去围住佢，将佢身体去飞，因为咧，佢呢个嘅系啊，佢流出嘅汗水啊，嗰个嘅味，这个芬芳嘅味道。纵使啊，呢只庞大嘅山柱括嘅山咧，系震动，因为佢将就身体嘅重量咧，佢呢个山都喺震动，整个山都喺度震动。佢咧系想嚟到系去饮水啊！当佢系震动整座山嘅时候咧，通过佢身体嘅体重去震动整座山嘅时候咧。佢步向呢个湖嗰度，然之后嗰个嘅系啲莲花嘅味道啊，喺湖中嘅莲花嘅味道咧，俾啲风咧吹向嗰个嘅大笨象嘅树，所以整群嘅大笨象咧。都接受呢啲芬芳，然之后一路步向行大笨象咧，行向个湖嗰度。一方面咧，亦都系佢哋口渴咧，亦都系受到呢个湖里边所散发出嚟嘅芬芳所吸引。佢哋开始系步向呢个湖嗰度，成群嘅大笨象一齐咁样系步行前向呢个湖嗰度噶。谂住自己咧系大象之王，谂住自己系王啊！佢一路行咧，佢谂住咧，我并冇任何嘅竞逐者噶，冇人同我系个对手，佢充满住假我。
要佢講得細聲啲啊！叫佢講得細聲啲。佢慣常於咧，呢成群嘅大象咧，慣常於喺湖中去沐浴嘅。由此咧，大笨象咧，佢哋並唔咧係。他们并不会在普通水里面沐浴，他们只是去河或者是 去沐浴的。他们一路行很慢，开始的时候呢，他们不知道慢慢行得越来越快，住在这个湖，他们闻到那些芬芳，莲花的芬芳的时候，佢系唔惊，佢唔惊喺湖中系去沐浴啊！佢系完全嘅系无惧嘅，佢谂住咧，佢并冇任何嘅竞逐者，冇嘅对手，并冇任何危险喺水里边系冇任何嘅危险嘅。他做筆記啊，叫李娜。冇嘢。उसने जाकर बीगर जो उसने प्रवेश किया। 大笨象呢，去大笨象进入咗呢个嘅呢个湖里边啦。然之后咧，真正个身体咧，喺浸咗喺个湖水里边咧，浸咗喺湖水里边。无论咧，佢任何嘅努力咧，系步向呢个咁嘅湖嘅时候咧，佢啲努力全部咧得偿所愿啦。而家当佢当能够将个身体咧浸喺水里边，佢所有辛苦嘅工作咧，先前咧，而家系完全得到呢、这个补偿啦，补偿。得到回报。嗰啲水变得咧系甘露一样啊，因为里边好多嘅鲜花喺里边，而佢去饮啊，饮啲水啊，让佢嘅象鼻咧都充满住水，然之后咧佢饮咗水啦，完完全全饮咗啲水，饮到自己完全嘅心满意足噶，佢尽量咁饮啲水。
과연 여자 우리 대리 거리 어느 방식으로 무슨 모습인지 나타시로 결정 그리고 좋아해야 제시 우리 就算一个居士啊，一个居士有家室嘅人呢，根据经典呢，经典冇提到话佢系居士呢个大笨象。有个家室嘅人呢，居士系一个人呢，佢系有妻子噶。冇妻子嘅咧，佢就唔係能夠做到居士。每個人都住喺間屋裏邊，連偉大嘅靈魂咧都住喺間屋裏邊。但係咧，偉大靈魂唔係叫居士啊，結咗婚有妻子嘅咧，先至叫居士。就正如一个是居士呢，他依附于自己的家庭。受到这个迷惑的缘故呢，被假象所迷惑。所有的家人啊，同样呢，这个大笨象呢，那个红色的大象Gajendra， 就正如一个论识的人，根据经典呢，论识的居士呢，那些人呢，如果不将他的财富呢，又不自己不用，又都不给其他人的时候呢，就称为一个论识孤寒的人，那这叫 Cupin 啊。他们不能够呢，是去运用自己的财富。纵使呢，他们有财富呢，他并不去用他们的财富，自己不去用啦，亦都不去用在他人身上。我曾经见过呢，有一次呢，有一回呢，有一个是论识的人，这个论识的人呢，普通的食物是他自己就吃普通的东西，但是呢，他的家人就吃一些非常之呢，是一些很豪华的食物。有一个很论识的人，他的妻子呢，往常呢会去庙里呢去听哈利卡塔，在伊卡特士会去庙里听哈利卡塔的。就正如明天就是伊卡特士啦，每一日呢，他都会去到去庙里呢去行朝圣庙啊，去淋水被偷士等等的他妻子。但是有一次呢，有一个的
個加魯達婆羅那經的念熟，這個太太想著我都要去聽一下，這個論釋的人想著如果我的妻子是同我去的話，我就要去要坐公共交通工具去，我要花錢去，所以呢他跟他的妻子說的話，你不需要去的我聽什麼回來的話呢，我回家之後呢我就會說給你知的，個妻子就同意。沒多久之後呢，哈里卡塔的命題呢就叫做呢，高丹的去捐牛的好處，講出捐牛的好處，他說呢他妻子就想著哦，我應該是去捐一牛，但是那個是孤寒的人，他說不需要，不是原本的牛，一隻沙用沙做的牛去捐你出去，不要捐一隻會生生牛出去。所以呢他的太太真的呢用金牛用泥去包住金牛，现在呢他先前他们没有捐过任何人，经典有讲到你捐给婆罗门，什么事啊？然之后呢他们呢叫了一个很有学识的婆罗门，有好的品格的婆罗门回来，个婆罗门的妻子想着呢，这个是一个是吝啬的人，孤寒的人，他们先前什么都没有捐过，可能呢他们现在会做一些事，所以他们去到那里给了一些叫他们念曼陀和念他们去发誓。那些咁系用呢个泥做嘅，嗰啲咁样嘅系啊，嗰、那个嘅系啊，孤寒嘅人以为呢个牛仔系由泥所做嘅啫。冇事，我哋冇事啊。佢哋俾一啲咁嘅 ration， 俾啲食物啊，俾啲啊粉，一啲花，一啲粉啊，一啲糖啊，面粉啊等等。咁嗰个啊女嘅婆罗门咧。他看到泥的牛，他開始想著但是當個婆羅門來到回來的時候，他回家的時候，這個女婆羅門問他，他問他妻子問他，你帶了什麼回來呢？你有沒有帶到一隻我可以用來揸牛奶的牛呢？哦，然之後個婆羅門咁樣講，佢話感覺到咧就好嬲，將只牛咧泥牛咧，呢啲泥裂開之後咧，裏邊真牛即金牛咧就喺裏邊咧係冇出嚟啦。呢個吝嗇嘅人咧，佢諗住咧，哦，佢個妻子咧係。去呃咗佢啊，即系剝削咗佢。但系当佢嚟到去离开个身体嘅时候，佢谂住咧，阎罗王阴曹鬼卒问佢啊：，你一生人里边有冇做过任何捐献嘅咧？佢话咧：，我咩都冇做过，但系我妻子咧系捐嗰只金牛出去噶，咁所以咧，阴曹鬼卒同佢讲，佢话咧。如果你捉住只牛嘅牛尾咁样嘅话咧，佢开始咧系，
咁因為佢係啊，真係咧捐嗰只係啊係泥嘅牛，咁所以咧佢要逗留喺嗰個泥裏邊同埋沙裏邊，佢唔能夠得到跨越做咧呢個痛苦嘅海洋。佢捐嘅只係一隻泥牛，咁所以同樣咧，格張咗咧，佢讓佢自己兒女咧，同埋佢自己咧喺湖中去沐浴啊。总是啊，有着咁多嘅力量啊，体力嗰啲大混账，系因为佢业报缘故，佢得到咁大嘅体力。因为格真就谂住咧，佢自己系森林之王啊！我系咁有大能，我同我家人喺呢度系去沐浴啊！所有嘅系嘅其他嘅动物咧，森林嘅动物咧，都系好惧怕我噶，纵使系狮子啊，闻风闻到出于恐惧，听到我知道我嚟咧，啲老虎、狮子都飞遁。我唔需要受到任何，我唔会惧怕任何人，我唔需要理会任何人、任何动物。哦，巴利茨大君啊！在那個湖裏面呢，最出於天意的安排呢，業報有兩種的，有一種已經成形的 Prarabdha 和 Aprarabdha， 一種已經定了形了，結了果了。什麼 Prarabdha 呢？為什麼呢？那些的活動的果呢，我還未開始的收成的果實的，還未去，這個叫 Prarabdha， 但是呢，那個結果呢，我將會呢，你都是去承受的，這叫 Aprarabdha， 兩種的，一種叫結果，一種叫還未結果的，一種我將會去承受的。那所以因為呢，它是又真係咧，係去，佢嚟到係接受咗過往業報嘅後果，所以佢得到一個得頭大笨象嘅身體。縱使啊，就算你做咗 Brahma 嗰個嘅係地位咧都好啦，做到主 Brahma 咧，你都需要承受你嗰個活動嘅後果噶。但係如果咧，純粹的性命啊，同埋展示咧，喺我哋嘅石頭上面展示嘅話咧，嗰個人咧就能夠咧係去免除曬所有嘅 Prarabdha 嘅即係嘅果報活動嘅嘅果報嘅。
如果我是讲哈尼南，可能是未必是啊，但是那些是坚定于唱诵哈尼南的话呢，圣灵的荣耀会完全的是确立的。有个告诉马哈拉，即系佢齐去接受咧。每一个人咧系一个卢比啊，然之后接受噶。普利告诉马哈拉亦都系，网上咧有啲人咧系会普利告诉咩咧，佢都会放喺个袋里边，喺个袋里边咧佢咩都有噶，小细小嘅物件都有噶。一个好大的袋啦，有个小偷啊，去啊 ，Puligo Swami 系唱得好纯粹，喺个 Kirtan 嘅时候好集中啊，喺弹车节当时弹车节嘅时候 ，Puli Maharaj 咧系喺度唱情，佢唱 Kirtan 嘅时候，每一个人咧都系好完全啊。灌注向 Hari Kirtan， 佢響 Kirtan 好灌注喺度唱唱情唱眾。響嗰當時咧，啲人咧舊時啲人咧係會係 Kirtan 咧，1970年嘅時候咧。每个人都要赤脚脚脚咁行嘅，吓你啦！就算连叫差人都要啊，都要着唔着鞋啊。咁啊，个 Kirtan 喺度进行咧，好大嘅系啊 Kirtan。咁啊 ，Puligo Swami 咧，佢开始啊唱 Kirtan 嘅时候咧，咁嗰个小偷啊，佢喺个袋里边咧，啊 ，Puligo Swami 个袋里边咧攞嗰啲钱啊，有个嘅系精修生叫 Narayana。后来佢叫某某 Maharaj 咧，佢嚟都系捉住嗰个小偷啊！佢开始大声叫：，哦，我捉到佢啦，我捉到佢啦！但系 Puligo Swami 咧，佢当时咧，佢事实上咧，佢哋都系去闹呢个精修生，佢好嬲个精修生，佢话俾佢啦，点解你需要我嘅 Kirtan 咧？你俾佢啦，俾佢偷啦。咁所以咧，你读到《博家梵歌》咧。但你有冇同博家梵歌？你有冇学到任何嘢嘅咧？当任何事，每一个人咧，去瞓觉嘅时候咧，嗰个圣人咧，佢保持系好清醒嘅。当而圣人咧。在入睡的时候呢，所有唯物主义者呢，他们是就非常清醒了。唯物心意的人呢，他经常呢都是很呢是担心钱等等的事，他们完全呢不理会呢他们的年纪啊，岁月越来越流失了。就算呢你给很多很多的 千金难买寸光阴啊，你的年纪不会再回来的了。那些住在 Chandigarh 的人呢，有一个很有钱的人，当年有一个很有钱的人 Chandigarh， 他有一个呢是生意呢叫 Krishna 地毡的生意的，做地毡的。他答应过呢，你都是你都给捐钱你秒，但是他给不到，没有机器啊。咁佢咧，佢买啲机器翻嚟，但系佢后屘咧，佢死咗，离开个身体。但系中暑佢就系咁多个设施咧，去医佢自己嘅身体咧，但系佢都唔能够活得长久。纵使佢咁多钱都好咧，佢都救唔到自己条命。所以冇人咧可以话咧系救到自己条命噶。纵使咧你咁有钱都好咧，你救唔到自己条命噶。
ये सब एक व्यक्ति है, लेकिन अब इस जगत का नियम है परस्पर 佢買啲治療嘅機器去上去醫自己都，但係救唔到自己條命。嗰啲人啊，嗰啲人有同樣嘅體力嘅時候咧，就互相就係競逐。但係嗰啲嘅係啊，佢哋咧係佢哋對於佢哋係，佢哋咧係對於佢哋低下啲嘅人咧，佢就展示自己嘅啊，即係尊貴。對於嗰啲係佢哋嘅嗰啲叻過佢哋人咧，佢哋展示佢哋嘅啊妒忌啊。所以同樣咧，喺個湖裏邊嗰個特鱷魚咧。邊個嚟到我自己嘅領域裏邊啊？入到我領域裏邊咧，喺度鱷魚咁樣諗啊，係邊個入到嚟踩我到我個陣營裏邊咧？咁樣。根據天意嘅注定啊。嗰個鱷魚咧，從水中係冇出嚟啦。鱷魚從水中冒出嚟。然之後咧，好嬲啦，就咬住佢嘅大笨象只腳啦，好嬲地咁樣咬佢。呢度講到咧，佢個口好大嘅，鱷魚個口。咁佢咧，佢啲啊牙咧好似有斧頭咁樣噶，緊抓住大笨象只腳。緊咬住佢嘅。佢諗住咧，佢諗住嗰個湖係佢嘅領域啊，係佢自己嘅地頭啊。點解咧？點解啊？有另一個人係有其他人入到我自己嘅領域裏邊咧，我地頭裏邊咧。咁所以咧，啊鱷魚咧就咬住大笨象只腳。咁系啊，大笨象咧系感觉到自己呢个问题咧，因为佢嘅系啊极大嘅系啊，佢走出好大嘅努力咧，去摆脱咧佢呢个咁样嘅系鳄鱼嗰个嘅系掣肘，但系系冇可能嘅。嗰個嘅係啊，鱷魚咧係非常之係有力噶，係超凡脆嘅有力噶，佢係十分之係有力。佢開始咧，你都係拉佢，拉佢落水啊，將我嘅係啊大笨象拉喺個深水裏邊啊。鱷魚好有力，咁樣就拉住佢入個深水裏邊，越拉越深。有此嘅，喺咁大嘅係困難當中嘅時候咧，大笨象咧 ，Gajendra 即係象 ，Indra 即係王。Gajendra 大象之王 Gajendra， 佢嘅智慧啊，
佢智慧變得係謙卑啲啦，而家佢乜都諗唔到啦，佢個智慧受到迷惑。他的妻子们开始在这哭叫，无助地在这哭叫，因为他们是无助呢，在是恶语的是大能之前，他的妻子们是无，他的妻子们是无助的，他们不能够帮到假真像，在任何情况下都帮助不到，因为这种这样的无助的感受，他们开始大笨象的妻子们在那里哭。而其他的大笨象呢，也都是其他大笨象呢，都是来到呢去帮助，是想去帮这个吉真像，但是其他大笨象都是无能为力的，哀莫能助。他们是去在大地上去帮，去帮他，因为他是鳄鱼，是水中的是物种啊。这个鳄鱼在水里面有更大的能力，但是大笨象呢，他属于是大地的，他的地头 是大地，不是水。咁吉真就咧，佢要用两个方法咧嚟到系用佢体力。第一咧，佢要咧系逗留喺水里边；第二咧，佢第二种嘅体力咧就系咧嚟到系去用咗喺打，系同呢个鳄鱼去打斗方面，两方面都要费力噶。逗留喺水中又已经要费力啦，然之后咧系去打个鳄鱼咧，佢都要用上呢个体力嘅。有时候咧，游泳健将咧。其他大笨象呢都帮不到这头大笨象。国王巴利切大军啊，这个是苏格德哥斯王对巴利切大军的教导。由此呢，吉真像呢同埋鳄鱼呢，鳄鱼同埋大笨象呢，开始呢是互相是在那里打斗。两者呢都是很费力地去打的，去救回自己的命。有些时候啊，吉真像呢，他是摆脱了这个鳄鱼 的制肘，可以走出来。吉真像呢同头这个大笨象呢，是跟鳄鱼大笨象打了一千年那么久的。吉真像呢，他并没有吃任何东西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吃。他打的时候只能够喝水。
縱使啲半神人啊，都喺度睇呢場咁樣嘅係打鬥啊！呢場鱷魚同埋大笨象之間嘅打鬥，好多半神人啊！而佢哋亦都係好驚訝於見到呢場咁樣嘅係打鬥。这些本神呢，他们都很惊讶于见到呢，他们打上一千年这么久的时间，而纵使呢，他们都不能够互相赢到对方。在过了一千年之后呢，过了一千年之后呢，翻译。他有些留意，他有留意，就会翻译。因为呢，是大笨象呢，是想着呢，他自己是，他有这样的印象，自己是，是大森林之王啊，一切在他控制之下呢。他的朋友们同埋妻子们呢等等呢，他们变得是很无助，他们想着呢，大笨象呢现在要输这场这样的是打斗了。出於呢個咁樣嘅係打咗咁耐時間咧，嗰、那個嘅係啊，個張著咧，佢嘅心意啊，同埋身體嘅力量咧，越嚟越減損啦。佢咧係啊，佢用佢嘅感官去打一個鱷魚啊。佢感官嘅力量咧，连感官嘅力量都减少啊！但系因为咧，鳄鱼咧系水族嘅生动物啊。鳄鱼嘅佢另一方面咧，鳄鱼嘅体力咧就越嚟越强，反而因为佢系水族嘅动物咧，佢嘅力量咧去增加，每一日逐日去增加噶。个鳄鱼变得系越嚟越系热衷啊，热诚啊！啊，我而家我赢紧呢个咁嘅大笨象啦。另一方面咧，个 Ginger 咧就越嚟越咧，无论佢热诚方面嚟讲咧，都系去减少嘅。然之后咧，当系呢头鳄鱼谂住咧，我会系我嘅胜利咧，只系咧系啊。他想着自己就来胜利的时候，那个鳄鱼变得是越来越加增加他的热诚的，我就来赢紧了，所以是冲刺了，他现在觉得自己。在这场打斗里面，鳄鱼增加它的
佢力量方面去增加，而系其他嘅同伴嘅鳄鱼咧，亦都系咧，亦都变得好开心啊！就系话咧，我哋嘅鳄鱼咧系赢紧啊！当有战同印度同啊印度同巴基斯坦打仗嘅时候咧，有个人叫纳拉恩达斯啊，佢系嚟自卓兰达噶，佢往常咧会系去派啲咁嘅作足金鹿派俾人饮噶。印度巴基斯坦内战嘅时候，那个人呢，纳拉恩达斯佢会问。佢就是问我，问到咧印度同埋巴基斯坦咧，佢想知道咧印度有冇打赢咗巴基斯坦咧咁样。咁当时咧个总统，巴基斯坦嘅总统叫巴图。1965年当时系，就有呢个嘅啊，即系暴，类似暴动啊。好多人被一日里边嚟讲，印度军队咧系佢哋入咗系埋呢个巴基斯坦嘅拉哈里边。咁嗰个人咧，佢又好热心于系上嚟，都系听到呢个咁样嘅系啊呢场战争嘅消息。同样咧，呢啲其他嘅鳄鱼嘅同伴们咧，其他水族嘅动物咧，都系鼓励啊！佢鼓励呢个鳄鱼啊，响呢一场咧系啊象同埋鳄嘅呢个咁样嘅系啊战争里边。Are you sure?